方圆。方圆，别快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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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了。邱总，是这样的，咱们公司啊，之前在做那个内部检测的时候，突然就发现咱们的系统里边有一个病毒程序。但您放心，我们的技术人员已经……第三笔款会按时打到公司账上，下一次内测，半个月之后。bug 修复，继续合作。bug 不修复，原数赔偿前三期投资款项。你慢走，注意安全。邱总，我跟您说，那个百事梦想家一定会顺利参加二测的，最快最快的时间解决这个 bug， 好不好？好不好？邱总。王总，甲方爸爸对我的作品还满意吗？全公司就剩你这么一个技术骨干兼故事设计了，姑奶奶，您15天之内怎么也得把毁梦者这个大 bug 给他解决了。您放心吧，好的好的。知道了，今晚继续在公司改程序。我先下楼买10杯咖啡续续命。唉，二测居然又是在一个单身的七夕节。方圆，你没事吧？疼不疼啊？怎么了？方圆？我？不是在下班吗？完了完了，不是太阳那一球把你给踢失忆了吧？你还记得我是谁吗？我是叶落呀。就到我们了，我们得去后场去准备了。校花大赛，幸好人没有傻。方圆现在的身体状况不适合陪你参加比赛。再说了，如果在比赛过程中出现失误，我想方圆也不愿意，对吗，方圆？那你送他去医务室吧。等我参加完比赛之后去找你们啊。怎么办呀？双人舞台设计没了圆圆，我总不能分裂出一个自己去做动作吧？怎么办呀？一个人怎么走啊？我不会呀。叶落，你们家方圆呢？好，我帮完了，先走了。双人舞台找不到男伴就算了，现在连女伴都抛弃你了？不是这样的，圆圆刚才他……喂，
叶洛同学吗？请跟我往这边走。嗯。怎么样了，方远？老师说你没事吧？啊？没事儿。没事就好，走吧，我送你回去。圆圆，宿管阿姨说宿舍楼塌了，让我们暂时先自己找地方住。我今天想自己出去静静，你不用担心我啊。怎么了，方圆？叶洛说我们宿舍楼塌了。宿舍楼塌了，那今晚住我家。你家？我叫谢恩，被困在了自己设计的游戏里。游戏里的我叫方圆，因为叶洛的白日梦夭折，带来了负面情绪波动。我们的宿舍楼塌了，所以现在我在游戏中的男朋友唐瑶的床上醒来。走啊。昨天晚上睡得好吗？怎么了？没事，我去刷牙。哎，我给你准备了粉色的牙刷。叶洛任务失败，游戏里的宿舍楼就塌了。那要是以后我任务再失败，我的地图是不是就会逐块消失，然后整个游戏都没了？那我岂不是人也没了吗？那我的二册呢？投资款、七夕，我的梦想呢？啊！早餐我做好了，赶紧去吃吧。来，坐。怎么样，好吃吗？嗯，手艺不错呀，哥们。哥们。嗯，我说手艺不错啊，亲爱的。这还差不多，多吃点。嗯，你还看股票呢？兴趣而已，或许坚持兴趣就能成为专长。我还有事，我就先走了，你慢慢吃吧。哎。哥们，谢了。你好，杨老师。你是？我是方圆，我是想来跟杨老师请教一下关于这本书的问题的。这个拉奥孔群像在雕塑题材和诗歌题材之间的形象差异，姚老师是怎么理解的呀？还有这个伦朗博的光线对于设计师来说值得参考的地方又是什么呢？嗯，他叫伦勃朗，不是伦朗博。不懂可以，别不懂装的。不是杨老师，我是刚刚说着急了，然后就说错了，你别生气啊。你到底找我什么事儿？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想就是那个没空啊。哎，杨老师，听我说呀。Hello， 杨老师。
我又来了。你又来干什么？哼，我听说姚老师的偶像是卡尔拉格菲，所以我费尽千辛万苦，终于找到了一本老佛爷的签名书，希望姚老师喜欢。我先出去了。哎，这么巧啊，姚老师，你也在啊？你看我这身搭配怎么样？是不是特别 fashion？可惜啊，一个不世出的人才就不能被大家崇拜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姚老师，其实我跟你说实话，我是你的粉丝。从你的第一个美妆视频我就开始看，我真的特别欣赏你的美妆天分。我想让全世界都安利你，我想让更多人看到你的才华，所以校花大赛我第一个就想到你了。没有用呀，姚老师，你要是不愿意的话，我也不能强人所难，那我只好另请高明了，告辞。等一下，那个，看在你是我粉丝的面上，我就勉为其难帮你这一次。真的吗？真的。谢谢大神，感动感动。拍下来了吗？哎，燕露，走，变身去。嗯。你们继续在这儿录。哎，那叶露交给你了，姚老师。哎，我穿这个怎么样？我觉得这个很漂亮。你穿什么都好看。哇，不错不错。我觉得可以把这些素材剪成一期素人改造的视频，到时候放到芒果平台上去，这样叶露的复活赛肯定没问题了。耶，我是个天才。呜，你都忙了一个上午了，也该休息一会儿，帮我抱一下。那你抱吧。怎么样？
哇，太美了吧！谢谢你。没事，我带你拍两张照片。嗯，好，走。唐瑶，叶落是不是好美啊？ 我的眼里只有你。啊，这个男的好帅啊！真的好帅。这个女的是谁呀？你是要去图书馆吗？ 洛洛要开复活赛候选人的小会，我想赶在投票结束之前把所有人改造的视频做出来。好，那我取个电脑就来找你，一会儿见。嗯。唐瑶。嗯。你真的会对你喜欢的人这么好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当然要对你好啊。想什么呢，笨蛋。那我先走了。嗯。 一会儿见。如果你不是游戏系统绑定的 NPC 不好意思，这有人了。是你啊？我就在这里自习，有什么事儿找我。
上校花大赛的复活名额了。啊，好看吗？我有事，我先走了啊。穿过耳朵，你和我的夏天的风轻轻说着。不错不错，渐入佳境了。哎，反正到时候决赛才是才艺表演呢，到时候你就按这个发挥，肯定没问题。圆圆，感恩有你，要不然我都不知道我居然还能唱歌呢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午饭来啦，辛苦了。你快点买什么啦？小馋猫爱吃的酸菜鱼。哇，谢谢，好香啊。哎，姚静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是要告诉你一件事儿。钟林的歌跟你们选的一样。什么？那一路怎么办呀？他好不容易学会一首歌的，他五音又不全。叶落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想，我还是放弃吧。叶落，没事。怎么办呀，方圆？别紧张，别紧张。叶落，你放心，你现在场外人气还是很高的，你是有机会的。别紧张。那我再练练。好。我还在寻找一个微笑。哎呀，方圆不行，我这样真的不能上台的。你先别急好吗，一洛，遇事不慌，我来想办法。嗯。化妆老师，老师，老师。七月的风懒懒的，连云都变热热的，不久后天闷闷的，一阵雨命中注定与你邂逅，无法拒绝心动，夜空下的相拥照亮整个宇宙，命运安排在这刻和你牵手拥有，我将别怕结果，是他，哼，方圆，我真的可以吗？相信我，也相信你自己。嗯嗯，加油！加油！幸福开始有预兆。
叫做我长睫毛，迷人到他就要放慢了你的温柔，看着美丽的微笑，命中注定与你邂逅，无法拒绝心动，夜空下的相拥照亮整个宇宙，命运安排在这刻和你牵手拥有，过程别怕结果，你眼中当时的我是真实或虚构，时间编织美梦，我们身处其中，如果缘分只一将幸福回首，我会陪你走到世界的尽头。谢谢你帮我，应该的。恭喜两位。走。开心啊！哟，两个人配合的挺默契啊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设计好的呢，完全看不出来是假唱被暴露。你不也是吗？和方圆选曲很默契。走，你到底看方圆什么了呀？这次的比赛真是太精彩了，接下来我将宣布比赛结果。首先祝贺我们的钟灵玉同学蝉联比赛冠军。好了，我知道大家都很激动，那就是因为我们本次比赛呢设置了一个复活赛制，所以呢我们还将选择请原力女神，她就是叶落。我们有请获奖的小马的领奖，大家掌声欢迎。我有事跟你说。星辰，方圆，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知道你在后台。教导主任怎么说的？啊，我刚刚跟他说了，他同意你转班。学霸还挺好用的。那你是不是原谅我了？再说吧。什么再说吧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不原谅我，我就不放你下来。放我下！不放。你确定方圆今天会转让我们班？什么？你确定今天方圆会转让我们班？哎，安静点儿，安静点儿，没听见我大哥要讲话。说，你确定方圆今天会转来我们班？昨天钟离哭着跟我说的，错不了。哎，都安排好了吗？保证了，吴医师。这方圆居然敢欺负我们钟姐，没意思。没事儿。哎，你干嘛揪我呀？起来！谁揪你了呀？什么呀？你都还给我了！放开！玩我！啊！管得着吗？管得着吗？大哥，难受。还房子炸黑呀！没有没有，你说我错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方圆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方圆。好。
不管怎么样，从今天开始呢，我就要成为大家的一份子了。以后大家一起继续努力。好。好。好。方圆，方圆，坐这儿，坐这儿。哪儿好？哎，你脏了，你脏了，你旁边坐的不好看。还行吧，就。什么？三。二一三下啊，哎呦，你真的是丑的。李二，哎呀，要我吗？你干的，王亚。那怎么样解这个方程呢？来，递推数列的极限存在性判定，或者极限的计算采用单调有界原理，或者数列极限的夹逼定理外，一般数列极限的计算都是基于海涅定理转换为函数的极限来计算啊。非递推数列极限计算的基本思路是，听课，听好了，第一步，转换数列极限为函数极限。第二步啊，借助函数极限的计算方法计算函数的极限。第三步是重中之重啊，基于海涅定理得出数列的极限值为什么？听懂了吗？你到底是何方神圣啊？我只是打手，他才是预言家。大哥，你是预言家？哎呀，低调低调，你是不是还有个妹妹呀？而且她马上过生日了吧？你怎么知道？离她远点。我不仅知道你有个妹妹，我还知道你喜欢 cos。哎，兄弟们。今天带你们去吃烤冷面啊！太好了，大哥威武，谢谢大哥。走吧，走吧。对我做调查，难道是暗恋我？你怎么对何玉这么了解啊？哼！玩家新任务，铁汉少女新任务。主任好，我想把二次元这种新兴文化和正能量的东西呢传递给大家。那在这种宣传正能量的道路上呢，就缺少像您这样睿智又关怀同学的老师来帮助我们。方圆，你不能这么得寸进尺啊！你不要忘了上次你为了钓到那个虎狼斑，哎呀，老师，你上次带来学校那个女，哎，看我在学校论坛多发几篇帖子，一定要让何玉知道我这次 cos 活动。没错。嗯。哎呀，大佬，求求你了，借给我吧，借给我吧，求求你了。你说我上辈子是不是欠你点什么？这样，衣服明天到我这拿。要求晚上发给我。好。哎，那个我还想。不，你不想。您这个做的怎么样？嗯，可以可以，这个挺好看的。上面写着呢，周六南广场晚上十点，来来来来来。你们喜欢什么东西？同学留下咱们联系方式。哎，给我。
你不对呀、啊。写这儿就可以了。咱们看一下，可以看一下。你正式点行不行？哎，这都是咱们免费的间接宣传者。哦，也就只有你会让我干这些了。你不对啊，同学，看看咱直播秀吧。康瑶不应该是这样的设定啊。同学，看看咱直播秀吧。康瑶不是对女朋友百依百顺吗？同学，咱可以看看直播秀吗？我没有啊，我就是不喜欢刚刚那么多人围着我而已嘛。看吧，来，工作。来，同学看一看了，洛英大学首届 cosplay 直播首秀，来看一下了。哎，老大，这不是方圆吗？哟，还干上兼职了。包袱不愿意大赛，哼！不用我了，咱们继续。嗯，来，学们来看一看啊，洛英大学首届通过首秀，来看一看啦。嗯，好了，一共87个报名者。嗯，何玉没有。我不信。嗯，你的眼神好像在看一头猪。那猪也有猪的可爱吗？我觉得何玉他不来，肯定是因为他抛不开面子。你想，如果他两个小弟要是同意他来的话，那他就肯定会来了，对吧？嗯。那个，你为什么非要让何玉参加？当年何玉父母离婚，两岁的妹妹便跟改嫁的妈妈侨居国外，一晃他们也4年未见。他妹妹小时候一哭，他就穿上玩偶战袍，这样妹妹就笑了。何玉承诺过穿上玩偶战袍给最亲的妹妹生日惊喜，可他担心被兄弟们笑话。要不我们别去吃夜宵了，我们直接回家休息。休息？我们是单独的意思还是一起？明确了，明确了，这时候两个人一起休息啊？怎么样？气氛都到这儿了，要不就从了他？你们有完没完了？自从你出现，我们老何的心情就一直不好。那还不是因为你们吗？你们这又是搞哪一出啊？老大，我一打听，这 cosplay 还挺有意思的，想报名，又怕你嘲笑我们幼稚。哎，去去去去去，我可没闲工夫陪你们干这小孩子把戏。老大，嘴上说的，还不了解你。而且啊，我想 cos 的还是女的。对呀、啊，你也参加，我们才放心。是啊，老大，报名吧，老大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哎，成，那我就当老大的，委屈一下自己。那个方圆啊，我过来是通知你，马上把活动取消。取消？啊。取消？咱们这个广场啊，需要进行消防演习。
比起你们这次活动啊，全校师生的人身安全更为重要。可是，好孩子，我们别让我为难啊！主任，主任，妹妹，对不起啊。若玉，玩家任务失败，接受惩罚，暴毙一周。方然，方然，方然，唐瑶啊，这个cosplay。属于小众群，并不是什么主流。咱们也可以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。哎呀，你们年轻人啊，总是崇尚什么先锋，你们到时候就不怕那个枪打出头鸟吗？啊？好，对不住了，方圆。白日梦，白日梦想家。白日梦想家，难道他也是困在游戏里的现实人？恋爱的学问明明都懂，时间起来却一窍不通，言不去笨拙的我，能否奔赴到你怀